学校算有名的吗？因为我看过你啦。好，那我欢迎我们的工具人乐团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快点。哎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你们是 The Tools 工具人们。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舞台，替我们的校友们还有教官们演唱几首。OK 哈，那个声乐团的哈，你在听我唱哈，哎，教歌系的，哎，哎，哎，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哎。我们的 KV 还在测试一下哈。对啦，你看那个接头的按钮。好，可以这样。来，有 OK 吗？来，嗨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哲。哦，之前我演戏的一个主角，哎，耶。可以开始，可以开始。今天带来第一首歌《飘向北方》。飘向北方，无人的家乡。有人失去了自我，手足无措，失去漂流，有人为了梦想，为了生存养家糊口，他住在一条聚餐过的囚禁公寓，拥挤的大楼里面，陌生人都来自外地，他埋头写着日记，怀抱着多少憧憬，我晚在床上用公路微信歌的机器，飘向北方，城市风不摇，街上
不停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着你，爱跟好像能像有一样取代却又乱世下的自尊，不换我去到风风，就算再不堪百丈也只能落下能看见的那种遥望嘴边的家乡，也只是遥望我听到云中的方向，不能看上光彩看不清天堂，飘向北方，飘向北方。好听吗？好听吗？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，这个节奏还行。再一首，再一首，再一首。那我们下一首，你听过薛之谦吗？那接下来跟大家再说。演员，Thank you.
在心底烙印，这种情节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感谢我们能出的表演到这里结束。Uncle。好听吗？好。那还要再 uncle 十首可以吗？我就是不要让你搭车回去，怎样？好了，你们现在想要唱什么歌？所以 NS 乐团是也是你们团里面的。都是雪山乐团里面的学生。所以另外一个主唱吗？ OK。 你们知道 NS 乐团是来自哪里吗？来自雪山。来自雪山，你说吃的吗？好啦，那我们你们 OK 吗？还是要再帮你们介绍一下？然后我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主题想要表达什么？然后我就说，他们就说，让我们思考一下好了。我就说，好吧，就让你们思考。就隔了三天，还没有给我答案，我傻眼，大傻眼一场。结果他们的主题就叫做什么？让我们思考一下。所以你要唱什么？是那个王菲的《天空》吗？因为要思考一下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那就把时间交给他们了。我们欢迎我们的 NS 乐团，谢谢。大家好。对，今天非常开心，对，受邀来这边表演，但是呢，非常可惜，我的团员们都不能来。所以呢，我只好外挂工具人乐团。对，谢谢工具人乐团这么底薪的帮助。首先呢，要带来第一首歌曲，是我们 NS 乐团成团以来的第一首歌，叫做《天天想你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Thank you.
一个手胶棒，在里面。最忠实的都，我们最忠实的目光吗？最忠实的顾客，看你，看你重。喂，好听吗？天天想你真的超好听的。只要来这边是不是？喂，我们好大声，等一下会超级大声的，所以现在不能太大声。下一首歌带来500的《爱你的万年》。爱的往事难以追忆，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。爱的时光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忆。风中花蕊，生怕枯萎。我愿给你祝福，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。今生今世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。欢迎大家来学唱乐团看 NS 乐团复出演唱会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好好听哦！你们还要再 encore 吗？没有。有 encore 还要继续回来啊？没有了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要唱了。但我是可以带来一首张惠妹的《火》了啊！好了，开玩笑。好了，好听吗？好听，超好听的，对不对？再唱一首。谁？还是你要来唱，我们来唱那个，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那首你 OK 吗？好了，我不开玩笑，我们。